尊敬的大德、法师，各位同参、道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雅佛音，我是静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在修行的路上，经常会听到魔和佛。大家呢，对佛可能已经不陌生了，但是呢，一听到魔就会很害怕，并且很多人会因为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影响，对魔呢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，将魔与一些狰狞可怖、阴险狡诈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。但事实上，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，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。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何为魔。魔与佛是一样的，同样是来自梵文的音译，是摩罗的简称。大智度论中讲这个魔，夺慧命，坏道法，功德善本，是故为魔。魔的本质就是一切夺众生慧命，破坏修行善根和功德的力量，这些都称之为魔。瑜伽师地论中，弥勒菩萨列明了魔的四种分类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定位敌人的所在之处。有哪几种魔呢？有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、天魔。第一，运魔，即五运，指有漏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运，能生一切苦。二，烦恼魔，指贪嗔痴等恼害身心、令人躁动的习气。三，死魔，就是通常所说的死亡，能断人慧命，使我们失去用来修行的色身。四，天魔，则是投生在欲界天的天子，如波旬之类有大福报和威势，在修行人将要成道前故意干扰、障碍，令其难以超越生死轮回，难逃他的掌控。除了最后一种天魔是外在的一类众生，其他三种都存在于我们内在身心中。事实上，真正令我们受尽折磨的是五蕴、烦恼、生死这三个内魔。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降魔成道，也是因为他降服了内魔，身心之中彻底断除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烦恼，因此前来干扰他正道的魔王波旬，纵有百般能耐，也是束手无策。佛陀的这一示现，正是要我们明白，修行真正要对峙的是内在的心魔。外在境界固然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但内心清净坚定，具足正知正念，则能转境。若总幻想外境能配合自己得解脱，那只能是缘木求鱼，空忙一场，没有比这更真实的魔境了。明白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在自己的身心中，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战胜降服魔君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之所以会被魔控制而不得自在，是因为未离欲，应当了解一切魔事的显现，随其所应，当正了之。因此降魔靠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武器，而是智慧关照，识破魔的把戏，如如不动便能降服。所谓魔事，就是能将人引导远离善法，沉溺在世间的各种欲望中，令修行人退失道心的思想和行为。比如以下七种情况便是魔事的具体表现，我们不妨来了解并且加以警惕。第一，如果有修行者正在修习中守护收摄六根，却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的种种外缘生起了执取之心，心中对其生起了好乐之念而不自知。二，如果正安住在实而知量的境界中的时候，却对于各种美味生起了
拣择的心念，而对美食生起贪爱之心，心又不自觉地沉溺在其中。三，如果安住在精勤修行中，初夜时和后夜时修习觉悟瑜伽，这时却对睡眠生起了执着的念头，心生懒惰，不愿意起来修行。四，如果安住在正知之中，待人接物时见到年轻庄严的女子而心生执着，或者见到世间种种妙好之事，心沉溺其中，或者对于各种事情心生念执，或者见到在家居士和出家众杂处欢快娱乐，或者见到恶友相聚共处时生起随喜贪着之心，心生贪执。五，如果对佛法僧三宝苦集灭道四谛此生他生之说生起疑惑。六，当在寂静处修行，见到有极为恐惧的事情，吓得汗毛倒竖，或者见到化形为出家人或者婆罗门人非人等不如理而来者，劝修行者修行恶法，放弃善法。七，如果对于名闻利养恭敬赞誉等事心生贪执，或者心生悭贪恋心不足，又或者是心怀愤恨之念，烦恼藏覆，虚伪诡诈，对于一切出家人所不应为之事心生乐欲，以上这七种魔的化现，修行人必须及时的照破，谨慎防护，才能不被魔所障碍和侵扰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会觉得这比登天还要难呢？因为魔显现出来的样子往往不是我们想象中狰狞可怕，而且是很讨我们凡夫喜欢的模样。将潜藏在内心的欲望贪着勾牵出来，使原本清净自在的佛性被尘劳牢牢覆盖，难以开显。轮回不是魔强加给我们的，解脱证悟也并非佛菩萨的赐予。走上哪一条生命的道路，何去何从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对正见和心念的关照和选择。也许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真正降服内心的欲望、烦恼与无明，但可以勤修文思，时时以智慧关照生活的点滴，终有一天也能和佛陀一样降服魔君，证悟成道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降住我们内心的烦恼、执着和无明。大家都尝试一下，如果每天想着念佛了，你心里的烦恼慢慢的就会减少了。大家不要不信，你可以尝试3个月，保证能有效。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，我想都明白了，魔不在外面，其实都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也经常会讲到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希望我们呢都能用这一句阿弥陀佛降住我们的心魔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恩大家的收看，看后转发弘扬法布施，喜欢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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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